心的目屎，雨也慢慢流离我海。那有一天哦，李俊杰真正哦，醒过来了哦，伊就继续来做伊的总经理，你嘞做你的副总，我嘞我就作为运输部门的经理就好，真好真好真好。哎，你这大家去上班呢，你都在做梦哦。人太太也无欠咱啥呀，想怎要让咱刚做副总？等代志来结束，我来讲，咱就回来吼，咱原本的生活安尼上好。啊，不过安康代替李俊杰，把公司管理啊，还尔好势。就表示伊是这方面的人才，知无？你莫阁当面笑想啊啦，人你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搁再讲哦，两个性质一模一样啦。出伫咧公司，一个总经理，一个副总，你叫公司的员工是要怎分得出来？哎，唔简单，一个穿黑衫，一个穿白衫，搁挂一个名牌，大家就会认的。那咧慧婷呢？慧婷，逐天上班，逐天面对两个我咧，你心内一定足痛苦，好无？那我不是要跟你讲这啦，非得我苦劝你啊，困懵困哦，莫当面喊面啦。哎呦，话就不是安尼讲的，我伫想。好啊，拢莫讲啊。咱即嘛吼，都甲李俊杰吼顾好势。等安康找到李俊豪犯罪证据了，咱就甲安康，唔是李俊杰的代志，讲予因家的人知，安尼就好啊。哼，我若是李俊杰的妈妈，我甘愿哦，恁啥物拢莫甲我讲啊，要骗哦就骗到底。哎，安康嘞，安康无可能一世人为着李俊杰活，伊嘛有家己的人生啊。我知，我有听，讲话莫啊大声啦，我去洗身躯过。哎，哎呀，真正是拢讲袂出声。安康啊，你紧回去你家，莫让太太啊为你烦恼哈。我知啦，妈，有人咧讲哦，老母无嫌囝歹，囝嘛无嫌爸母善。不管怎对我来讲，你永远拢是我心内上个上宝贝，妈上个哦，支持我上快调过来，妈妈。喂，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妈妈是一句话。你伫什么所在需要我，妈妈对你的辛苦边。我知道。你别再管你的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话，你敢有听到？亚军。我知影你真着急，啊，不过你先给我处理媒体的代志，好不好？早起啊，陈英凡因妈伫证人的面头前搞口舌呢，风声就随传出去啊。即摆所有记者拢伫问我这个问题啊。即摆上重要的不是你选举的代志，是赶紧替我想一个办法，把刘总赶出去公司。啊，你拢已经找迄小查甫杰西卡，还甲伊出奥博啊？既然安尼，恁就甲你讨论就好啊。恁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。你我的建议哦，你也无要听啊。你敢知影为虾米我拢无爱接受你的建议啊？因为你对刘江华就是余情味，所以你想到的办法哦，根本就无够凶。你是要袂讲啥啦？我甲伊已经再也无关系啊啦！我是无希望你搁去惹伊的麻烦。正经啊！你甲下药的代志，那是别空啊！我看我唔免选啊！你的品牌还有天威集团嘛，拢好收起来啊！亚军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少想一下，就算讲哦，你甲刘家人不甲死啦，咱嘛变作陪葬品，你敢知？安尼够有价值？我那是无够香港面用的，你唔知影伊即卖心机有寡大。咱那是放伊耍，咱就干那等死。阮爸爸即马已经予刘总骂去，感觉你真正想要伊做我的好吗？你免烦恼啦，
刘嘉文不可能做你的后妈。为什么你会这样说？因为刘嘉文看查甫人的眼光，就只有跟您翁这种等级而已。他根本就不会欣赏像您爸那种有气质又有教养的绅士。杰西卡，你现在是在批评雅俊的眼光不好是？好，我现在没用了，请你两个在说废话啊。学姐，你看你替我查出来刘嘉文礼拜天会请人到底有什么不同？这干嘛还查啊？也跟你爸爸合作做品宣的老师这种同款，他就是利用他来做保护你的工具，他的目标就是你。那你我应该怎么做？简单啊，以后你在公司哦，别吃东西，别喝东西，啊，如果要吃要喝哦，都要自己做。你是怕他会对我下药啊？对啊，你忘记了啊，咱之前找人给他下药啊，我看他现在哦，应该很想要跟咱两个哦，讨死啊。公司啊，是给人有监视器，万无保全在巡逻。天威集团是我的电话，我对不起啊，他刚好回来。好啊，啊你若唔惊，别听我的建议，嘛不要紧啊。不过我会给你提醒一下哦，刘嘉文是一个有前科的人，伊若是会惊犯法，当初就别来挡我迄笔钱啊。伊即马替阮爸来威胁我，我若是对伊动手，无得卡，伊就会甲我对伊做所有代志讲互阮爸知影。可是我应该安怎做？这简单啊，你不方便出手，啊，就我来就好啊。对啦，啊，恁天威集团唔是有一个新的运动品牌被推出，你就归去好来做代言人就好啊。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你。哦，杰西卡，我看你哦，既找借口想要做代言人啦。天威运动品牌，那是找做代言人，随便做菜协会。蔡渣翔啊，无翔啊，今日专工来针对我的是无？好啊啦，你两个人别再冤了啦！我跟你交流，我先出去了。雅俊，啊，你刚刚拄才建议安怎？我想看卖。你哪会还搁在这？啊，我今天无代志，想讲留伫咧这等小东回来。哦，唉，是安尼啦，恁的代志哦，我拢问清楚啊啦。啊，小东既然无想要甲你见面哦，啊，你留伫这，伊是加艰苦的啦。搁再讲，伊嘛有可能哦，予你无好的态度啊。啊，我看哦，你也是哦，等伊休困哦，较实在啦。啊，我只是想要甲物件交予伊。伊拄啊，啥物态度，迄拢不要紧啊。哦，啊无安尼啦，你物件交我啦，啊我则交伊啦，啊你嘛知影。啊，之前你甲因养母哦，伫外口安尼相拍吼，伊看到你心情就无好啦，啊心情若无好，都乌白乱发脾气啦，啊最后啊，所以嘛是我啊，啊你哦，啊也是莫甲为难啦，莫甲害啦。你敢会当体谅我即个做亲生妈妈的心情？你的心情我了解啊，啊，不过伊嘛是大人大正啊，你嘛是爱尊重伊的选择啊。搁再讲，你逼伊嘛无效啊。无啦，我无想要逼伊啦。也唔过小东，就是我上亲的人啊。啊，伊有法度无认我这个妈妈，我无法度当作无这个查某囝啦。哎呀，你莫艰苦啊啦。啊，你嘛知影伊个性，伊真硬，啊，伊若决定代志哦，决定落去哦，向来讲拢无效啦。你哪会伫遮啊？小东啊，你较冷静个，啊，我随请伊离开吼。不要紧啦，我个家代志我家处理。小东，
你对我来。这无别人啊，有啥物话你紧讲。这啦，这都我找到的，拢是你细汉时阵的物件啦，想讲摕来给你。无啥物代志吼，妈妈都无爱叫你上班啊啦。蛋姐，我妈讲，你该去金华街遐食面，食完你偷偷帮伊付钱，人就走啊。我爱把这个钱还你啦。啊，伊甲你讲我去找伊哦。我妈不管啥物代志，拢会甲我讲。这个钱你收回去啦，我妈无甲伊欠的。这个钱吼，我袂当收啦。啊，比起替我照顾你这么侪年的温情，啊，请伊食一碗面嘛无算啥。而且我嘛无欠迄200块啦。妈妈甲你讲哦，妈妈吼真紧就会赚大钱啊，到时阵你想要买车还是买厝，妈妈拢有能力甲你支持。你不是做直播没多久就可以买厝买车？奇怪，我爸也是在做直播啊，我怎么不知道会赚这么多？我就没那么多，就赚这么多啊。你是千万不能再去做违法的事情。不是啦，妈妈现在都是正正当当在做生意，我的钱你就放心拿去用啦。我不可能用你的钱啦，你若是赚到钱吼，你就家己留伫个身躯边，好好照顾家己就好啊。啊，你用我的钱有啥物唔对啦？啊，妈妈这几年来嘛无尽着做妈妈的责任，啊，你就当作我咧甲你补偿啊，安尼好不？我无需要你的补偿啊。对啦，我当年是失去你这个亲生妈妈，不过我顶多得到一个最完整的家庭。我有阮爸，我有阮妈，还佫有阮哥哥，甚至是厝边头尾拢就疼惜我的。所以伫我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无感觉我欠啥。小钟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唔知影是要欢喜还是有淡薄艰苦呢。听起来你敢若无我这妈妈以后日子颠倒过啊过较好。我只是讲出事实尔。对啦，你以后若是无啥物代志，你尽量莫搁来警察局找我啦，我会对我造成足大的困扰。袂啦袂啦，以后吼无啥物重要代志，袂来叫了你啦。啊，妈妈先来走了。尤贵兄，最近吼，咱台湾食品吼在澳洲真夯呢。譬如讲，在法国的巴黎吼，一杯真奶，比较代表200，哇，大家烧起抢呢。所以啊，咱卡手较紧，抢攻这个市场啊。林董事长，多谢你呢。啊，不过啊，我有货啊，啊，即马公司拢包好，我们袂啥的花啦。可惜啦，啊，你的后生吼，目睭也袂医好。啊，那无吼，你需要放互恁后生吼，嘛较放心啊。啊，卫生啊吼，毕竟是卫生啊啦。啊，歹势，提起这吼，互你心肝艰苦呢。不要紧啦，咱是甚物交情，有甚物话袂用讲的对无？陈龙的目睭早就好啊，可惜啊，真正袂用讲的。惠弟，尤贵兄，你思考一下啦。这个需要吼，大家投资啦，爱国考虑看卖好啊啦。林大，多谢你早起做呢，我会教我卫生啊，好好研究一下。好啦，安尼我无用，我先来去。多谢多谢，来来，我送你。哎，老婆老婆，别应该应该。
好，再见啊，阿姨。成龙才在拜托我把国生调去国华，现在机会来了，安尼不是多好，我得赶紧处理这件代志，成龙就不用一直做青梅了。对方找你找钱，你就去了。阿爸，你对方是诈骗集团的。不管怎，对方今麦手头拢有阮妈出代志，敢有话柄的？经过遐侪年啊，今麦总算有一点仔线索，我一定要继续查落。我嘛希望用这条线索了解真凶手啦。因为你这样去，伤过冒险嘛。我看吼，还是交专业去啊。专业？你讲警察？嗯。警察比我熟悉的人啊，啊，虽然对方查囡仔。因为胆大心细，一定有法度去对我抓起来。袂用的，对方早起才警告我，讲伊监视我，监视了真暗。我若是报警，就永远拢无可能知影真相啊！我袂用冒险。陈一凡，我知我之前跟你顶打，啊，不过这次我敢来拜托你，拜托你跟我做伙行动，做伙查出凶手是谁。你嘛就想要替恁爸洗清冤枉，敢毋是？但你希望我怎做？我会叫我钱，咱想办法抓到凶手。好，别说先用百万弄，都快起来。那时候就摕到完整的影片，都让咱呀先增加凶手啊。嗯。这个神秘人物靠近阿多尔，竟然敢两边偷钱，我还想办法阻止。阿罗啊！啊，即卖林国胜甲陈一凡要去交钱，和迄个骗我一千万的神秘人，你马上甲伊对付掉，要安怎做应该知影哦。看你啊，钱够赚啊！李佳，我要来物件。你来物件伫遮，你把钱放咧脚边，我一摕到钱，就把 USB 放咧涂骹，影片伫内底。我哪会知道你是不是骗我？我安尼啦，你把 USB 放伫边仔的台阶，我放一两三，咱同齐把物件放落来，然后过去摕对方的物件。好，就安尼，你莫闭关闭关。一、两、三。快走！
班长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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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班长，走，走，别，别，别，走，班长，你要去无啊？我无要紧，恁走遐去啊，恁继续。哎，卖用啊，你受伤啊，我是怎来病啊？我真正无要紧，咱是无简单，得等我人俩，免得我煞煞转去。行，哎，你听我讲，怎办？来 ，USB 要摕到啊，起码摕转来。卖用啊，来，真无要紧哦。我无代志。来，救我。就是。谢丹香，你刚又叫我去老饭店，讲话你跟我讲，刚讲谢丹吗？咱继续观察啊。啊，这电话部门奈无去啊？这段影片，对方调人处理过，目的就是想要继续把卡。你这紧巧啊！老金啊，你无摕到我的钱，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就转赌线。你一定会继续跟我联络。我看吼，咱的事我实在跟他斗三工，一定有法度给抓起来。因警方有资源，那查监视器查到因的人真正的身份，咱真无可能叫做算什么，袂当回头去啊！好啦。阿伯啦，有够慢的啦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一声一声多，拢是你啦，计划拢失败啊！好啊啦，莫阁怕啦！想我来受气，一千万就要到手啊！倒位杀出一个程咬金啊！你看迄个人敢会是警察？我想应该唔是哦，警察无可能遐灵光啦，家己一个来，阁了袂着咱呢。阿莫讲这啊啦！咱先来走，要若无等一下警察过来，咱就稳死啊！放心啦，你看这什么所在，警察找无路的啦。啊，你是又搁咧变啥吧？找另外一个金库领现金啊！好啦好啦，紧甲计大班挖起来啦！好啦好啦。万一那是和国胜差着凶手一下，我就真正会怀疑。不用的，即马什么代志拢爱袂发生，我变系家己黑家家己啊。有够大啊！到底什么时阵才肯帮我做？
你有鬼，我提1000万来，我就帮你刷，等我的消息。代志办了咯，我照你的吩咐，无让林国胜甲陈一凡甲对方讲着话，因得每两人就去互我弄着。上方交钱的规定，你拢看着？我只有看到神秘人要提钱的时阵，就陈一凡抓着啊。若不是我赶紧走动，可能对方已经甲所有代志拢泄露出来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因两个绝对袂甲你手外死。快到你家来！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阿哥的事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？无啦无啦，你听唔对啊，误会啦！我无听唔对，我无误会，我拄只明明就听到伊甲你讲要军中国胜阿哥义凡的代志。爸，伊是啥？遐代志敢是你派伊去做的？别问遐多啦，你来别处理，啊！你唔是去上盲人课程？啊对了，你今晚唔免去啊！你先等我，那有因两个人的动静，我随时搞汇报。是。你紧回答我，拄才我问你的问题。你一句拢无给我用，你是安怎甲阿哥的事有牵连？你讲好清楚好无？无你的代志，是安怎无我的代志？即摆予人当作是杀人凶手关伫个内面的人，是我的丢人办的。这可能，遇见因规个伙仔为着一件代志，有偌烦恼、偌伤心、偌痛苦，你敢唔知影？我直接问你，我直接问你，太是阿哥的人，是不是你？当然不是我。你哪会怀疑是我？那不是你，是让你要派人跟踪国胜阿哥义凡，你惊伊知影什么代志？哎，我即马无法度甲你解释遐尼详细啦。阿辉弟呢？我唔是真正凶手啦！凶手那是你，遐尼多年来，你大概看到孤身的时阵，你敢会良心不安啊？阿哥宇杰，伊是你的心腹呢，因爸即马伫咧内面替你打罪。你煞伫遮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，爸，你敢知影你安尼真正足恐怖的？陈龙，你较冷静的，哈？啊袂哦，愈讲愈歹听。你爱相信，爸爸唔是你想的迄款人，代志嘛唔是你想的安尼。不是我想的安尼，那不是安怎？已经5年啊。咱所有人因为阿哥的死受到真多折磨，啊，不过我国家安怎受，拢受袂到凶手竟然是你。不是我，开始受害的人真正不是我，我不是凶手，不是你是啥？我就讲不是我，就不是我，你找伊人。就算凶手不是你，你也一定知影是谁。那无你是安怎拼性命拢要安扛？敢是？凶手是谁？是谁？喂，我不冤枉，你莫搁逼我，我有我的苦衷。
我就得拍算，要把这个秘密藏去我的棺材底内面。你永远莫想要为我的嘴知影代志的真相。妈，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做，我丈人嘛会互你害死。你袂用遐尼自私，你赶紧讲好无？那么我就当作人就是你杀的。好，你要安怎想都袂要紧。你若认为我是杀你的凶手，我就是。阿母哥，陈世明一定爱做替死鬼，这是袂会改变的。代志即摆已经变到安尼啊！我至少爱让玉姐知影一件代志，我即摆就去甲玉姐讲。你咧创啥？你袂用走去甲玉姐讲这件代志。你若讲，你的婚姻就结束啊！陈龙，你毋是有甲爸爸讲过，你的生命中若无玉姐，你就会死。玉姐是一个明理的人，伊甲国顺无共款，伊袂甲阮爸做的代志算到我的头壳顶。我即马就去甲伊讲。陈龙，你爸爸拜托你，爸爸拜托你哦，你较冷静，即马袂晓冲动。爸爸拜托你，听爸爸的话，哈。你啥物话拢莫讲，莫讲，你爱知影的是。爸爸为你所做一切，拢是为你好，哈、啊！为我好，为我好！人明明是你杀的，你算讲为我好？我无你真乖的爸爸，你莫阻挡我，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陈龙，好，我讲。你真正是讲袂顺声嘞！你想要知影，开始抢我的凶手是谁？我讲给你知影。杀你的凶手是我甘愿失去我所有的财产，甚至要丢我第六个命，我拢会去救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，家国太死人是你，是你，感觉你甲所有代志拢放袂记啊？是我，那是我，那有可能是我？我是安怎被家国太死？我甲伊也无恩怨啊！而且迄间伫个饭店，我嘛无话白走啊！我，你讲伫个饭店，你敢无出去游泳池，甲树仔讲话？我想要起来啊！我想要起来啊！爸，你小脑会安尼讲？你小脑会安尼讲？你小脑会你讲？阿哥是我大师的，因为有人给阿皮好我。
是你？你来这要创啥？你是安怎要伤害雨杰？陈雨杰？我哪听无你在讲啥？你莫阁假啊！我拢已经知影，拄只伫咧洗手间的时阵，你就是想要对伊起脚动手，所以伊妈才会又出来要甲你拍。啊，佮有顶届有一个身躯顶的伤，嘛是互你害的。你甲伊妈头来按去，佮害伊伤心痛苦。你唔肯悔改就转拄煞，你是安怎要一直找伊麻烦？你是安怎遐尼袂见笑啊？不是咯，我是你的姑姑诶。你搞那么大破事，怎么那么？像像你这种什么代志拢为着家己设想，搁把家己的后生放下不管的人，你是有啥物资格做人的时代？这届搁害雨晴家庭破碎，搁害伊无法度甲国生做伙，害这么痛苦，你就是遐尼可恶、遐尼自私的人。我只要在讲啥？你即摆讲这个话，是替陈雨杰出头血。为了你甲国胜拢介意伊哦，你两个只要斗个歹去耶！这陈雨杰是这里破土的长兵啊，你爹爹敢有需要两个人拢介意伊啊？你给我点去！我不准你安尼讲伊。雨杰是一个真善良、真有爱心。真温暖、真体贴的查某囡仔，像像你这种诱拐人的红婿，放杀家己的亲生后生人，是完全无道理的。你这个囡仔，老家的，李三龙，你是怎样跟我话这代志？你有啥物资格在讲我？你批评我？那恁你是有话了解雨杰？你是凭啥物安尼讲伊？阿哥。你是安怎要一届过一届的伤害伊？因为我讨厌伊，伊甲伊妈同款，比伊妈阁低毛，伊根本配袂起我国胜。我家在我国胜伊甲伊分手啊，若无伊哦，就爱做这种狗屎婆。你这毋是讲，伊就是上过善良，才会乖乖给你这个小三要欺负。不怪啊，人咧讲啊。甲伊一个人，智商会变低。你啊，你就是幼稚阁好呆。你只会当伫咧阮国胜边哦，做一个跟班。我帮中的卫兵拢
是假死的。我是亲眼去看的。我爸把我的姑丈在楼顶杀下去。你说啥？你说你亲眼去看的？李乾隆，你哪会没告出来？我来恁爸，我跟恁姑丈提示。你可好心，把国生才去照顾，让我俩做一时之事，要照顾我母阿姐，结果你是杀人凶手。你是惊阮知影真相，所以把国生抓去做人质。你是杀人凶手，我无可能让伊逍遥法外，我就会报警，我就会报警，要把伊抓起来。打电话报警。李乾隆，你这边要做啥？要做啥？你把我别来啊！你把我别来啊！伊讲要报警，伊一直讲要报警，伊讲要让人知影，还是国生伊爸的人是阮爸，我袂用的，我袂用让你让人知影，爸，我袂用让你让人知影。我知影，爸，我知影，你看林姐，你看他妈知影，天龙，天龙，你看爸爸，爸爸知影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了要救我。所以爸爸无论安怎，妈一定爱救你。我真正不是妖怪，要含在淡水里，是政府偷出，我啦是他生的自杀，我真的不得已，更生气，放弃领导，没事。我是别人去死，爸，你莫讲啊！人是我杀的，我是杀你凶手，我是杀你凶手。对了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啊，笑笑笑，你听爸爸讲，你不是，你不是杀你凶手，啊，哪有白枪？你不是，你不是，啊，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不是，哈，你不是，哈，你不是，你不是。你不是杀人凶手，你不是，哦，你不是，哦。你可怜国胜哦，既然敢找人来搞我抓了，我看哦，伊是无想要知影伊老母是去向台死。哎，臭啥？你要摄嘛摄迄个摄袂歹的啊，摄这麦克风贵三三，几啊千块呢？知啦知啦，本底是想讲哦，要赚一条大条的啦。现在迄地钱哦，遐大地啦，拢到手啊，算去就算去。你哦、喔，就是小摊呐，啊，你有贵遐恶就好啊，连林国胜遐嘛要恶，到时阵咱若是迄种监视器摄到，咱毋着别空啊。你放心啦，咱两个人穿甲乌嘛嘛，包甲那个肉粽呢，沿路徛的那路吼，拢无监视器啦，啊是要掠掠谁啦？啊，你哪会知影无监视器？早就查到啊，哼！我想，我地球呢？哎，这世界以我为中心，太阳绕着我转呢。啊，是地球绕太阳转啊！你嘛个拜托，一个无地心。所以啊，你就是我的太阳啊。你较正经呀，今麦要安怎才好啊？当然嘛是照原来计划进行啦，人民乌钱乌到咱欢喜为止啦。安咁好？当然嘛好啊！
哎，咱摕到这支影片，算讲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呢。我这卡，我咧想是我迄个短命的细汉吼，天行者，伫咧天顶咧甲我保庇吼，要互我赚大钱。我若无趁这个机会，甲趁一个，他们就对不起。啊，你讲，这个天行者较早是你细汉的，啊，你敢知影伊的名？我是唔知啦，伊较早就最爱神功派机啦，啊，就家己号名吼，叫做天行者。伊讲吼，要代替上帝的视角吼，来揭揭咯世间丑陋的真相，替天行道。拜托姐。替天行道，我看伊吼根本就是偷窥狂啊！伊利用迄个空拍机伫迄个饭店附近安尼飞啊，翕一挂迄落看了很不舒服的物件诶。啊，伊去吼车弄死了，因家的人家己的物件拢送互你，啊，摕这物件是要创啥？偷姐，我无想要搁看啦！哎，这影片不是偷情，就是卖春，够垃圾鬼！啊，就得要结束啊，搁看煞，有头尾嘛？这是啥？这是要处理尸体、掩盖证据哦？啊，娘喂！啊，这人看起来哪会面色面色啊？对啊。Henry 的影影 ，Henry， 敢那是迄个英国国王的名呢？哇，不怪你看起来这么有王者的风范，佮愈看愈有呢。小倩啊，啊你我来遮近，害我目睭拢唔知影要看倒个。拍摄，喜欢是啊，我想起来啊 ，Henry 啊，伊当阵就是一品的业务副总，啊，今嘛是上顶的董事长啊。你是去倒位识识这尼啊高尚的人啊？啊，就迄当阵我伫酒店做安排的时阵，伊有来捧场啦。哦，安尼算起来嘛是你的老相好啦吼。好猎头啦！迄当阵吼，杨志是头家啊，含伊做伙，阮家小姐哦，哪有机会？啊哈！还要赚大钱啊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上鼎当处长嘛吼，伊甲这个杀人案有关系。我若去甲讨封口费，应该偌济拢会给我吼。对啊，即马无头无尾，你紧回放阿爸的档案吼，拢放出来看，看吼进程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。好，来，我来看。我看吼，这林国策不是好厉害的人，咱吼也是专心对付李有贵就好啊。要若无到时阵，若是啥物拢无啊，就算啊哦。我是无爱回去吃那边吃饭哦。有道理啦，快点吼，我已经叫李有贵吼，骨传一千万来给咱开啦。这一千万哦，是袂当搁回买去呢，啊无就白了工啊啦。最好加啉寡，安尼头较袂疼。卖啉遐凶啦！哇，看你安尼哦，我真正足烦恼的呢。爸，即嘛是变怎？现在是要怎样？人是我杀的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我是不是应该去自首啊？国生一定会原谅我，一切也是，我只是人已经毁掉了，
我就是知影，你若知影代志的真相哦，一定是无多承受的啦。所以原本哦，我就打算我到死拢袂让你知影。啊，不过你就一定逼我讲出来。爸，是的啦，别搞回事了。爱回事的人是我，你若不是为了要保护爸爸，才会失手害死人。哎呀，讲起来哦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把你生到安尼啦。自细汉就有恐慌症啦，啊，情绪若压起来都无法度控制，佫常常突然间就失去记忆。爸，你迄天甲国盛英爸伫咧老伯顶冤家，甲我房中的卫兵是同款的，所以你真正甲伊杀落去。哎，迄天哦，我真正无害死害全的意思，那是意外，嘛是家己的命。所以。你才为国盛细汉的时阵就开始，把伊当作是家己的囡仔车用，甚至安排伊跟我做一起过啊。这一切，就是为着要弥补国盛。迄个时阵，你甲国盛的感情真好，啊，两个未输是亲兄弟同款。啊，我照顾伊，一方面是为着要弥补伊，啊，一方面嘛是为着要替你找伴。我再讲啦，大家若看到我对海泉的囡仔用心甲栽培，就袂去怀疑海泉的死甲我有关系。遐尼多年啊，我先一直甲咱当作是家己的亲人来对待，甚至为着要报答你的恩情，替咱做真多真多代志。结果咱爸仔既然是台是因爸爸妈妈的凶手，亚弟，是的啦，我亚弟，是的啦，那小机会，我真正就是要同明向你回事的，不用的哦，陈龙。你绝对袂安尼走，你袂用甲回事的。不管是国盛还是许杰，拢袂用的。那无咱爸仔囝就是死路一条。当初国盛听到陈世平害死伊妈妈，连伊爱甲买死买活许杰，伊拢会用讲无要滴就无要滴。伊的个性，哪会肯帮人耍呢？爸爸有悔啊，家己安怎拢无答应。不过你一条命一定要留的，知无？嗯。不过爸，你不是讲国生已经知影这个鸦片啊？伊若是发现真相，知影我就是台青妈的凶手，那呢我是要安怎？那呢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，爸？哎，陈龙啊，你爱学会晓控制家己的情绪。你听爸爸讲，有爸爸在的哦，这个秘密就永远无人知影。你听有无？暗哥爸，卖哥暗哥我啦，代志我一定想办法压落来。你就保持冷静，好我甲我配合。这嘛是为着你甲玉姐也佮有囡仔的未来，知无？
阮的囡仔，我一定要坚强起来，我一定做会到的。安尼才是我理由的好事。可是有一天，万不得国生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到迄个时阵不得已，我是讲不得已，为着咱爸仔囝，该凶的时阵就会凶。我回来了。丁在开讲哦。是啊。雨姐，冠廷搁伫咧才艺班练小提琴是吗？对啦，我着想讲时间搁有淡薄仔久，着先倒来休困，较暗才去食面。既然你在开讲，那恁继续开讲，我先入去。你也加休困哦，莫伤忝哦。我知影。是看不起阮警察咯，认为阮抓袂着凶手，还是认为家己是超级英雄啊？啊，母甲家己拢受伤啊，啊，嫌疑人嘛走走去啊，恁到底是咧创啥？若是逐个人吼拢像恁安尼共款，啊，是要阮警察创啥？我是要报警啊，又可能肯咧。你，我知影你想要查恁妈妈的杀人凶手是啥物人。不过你安尼做，根本对代志就无帮助啊！陈一凡，志伟就是在跟我讲胆大心细的女警啊！你若无跟我讲，伊这人出啥点名？怎知安尼哦？报警我参像小学生同款，迄拉正强念，我就不会来啊！你讲啥？林先生。阮警方哦，逐天爱处理的代志是百百种，啊，不过尾啊哦，啊一粒头两粒大。你若感觉讲哦，阮警方哦服务不周的所在，你会当打电话去申诉，啊，伊个申诉专线。你卡正经的好不好？这是重大案件呢。啊，你到底是想讲安怎啦？我送你去病院好不好？免啦，我替跑的呢，我无紧啦。哦，钢铁人你嘛真勇呢。无安尼啦，我先替你哦找看卖，弄你的车主是谁啊？真正唔免啊！你看警察因两个到底是谁较要紧啊？啊，讲到这個，我天都乌一边啊！迄两个人哦，全骨穿甲乌密嘛，啊面拢包包起来，若要看出来是谁哦，我看问算命较紧。喂，你现在是在讲啥？恁警方咧办案，拢是用什么态度的？我该生气啦。以前都是爱练小话，小董，你跟咱到啥讲者？好了。这两个人拢知影呐，要怎闪避监视器，还佫会惊刷路呢？我看表示讲，一定是有事先调查过路线。这敢若靠监视器，可能找袂着人呢。金妈妈干哪会当等应该林先生联络啊？哪里我传给您的鸦片？迄个鸦片，阮会交予鉴识人员做指纹的检查，还佮有影片里面的声纹。若是有甚物线索吼，阮会随甲你通知。陈一凡，你平时看起无啥好啊，坐我的车啦，我送你回去。唔免啦，我顶面佮有代志，你先回去。你确定？唔免我送。拜托的，我菜车第一岁嘞，没哪可能代志啊！你先回去。好啦，那恁咱保持联络。麻烦啦。
这不要紧。这是一凡送爸做的物件来给我吃的日子，不知为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惯习在这个时候看到他，顺便跟他说几句话，给我有一种放轻松的感觉。你无看到人，敢讲伊今仔日真正无来？无可能啊！就算伊有代志，嘛先打电话甲我讲一声，才对。还是讲伊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唔是什么人，伊有家己的代志要处理。没时间找我，也是正常的。没烦。走了。啊！你都把物件放伫门口搞着好啊，那有需要直接等我回来。我今日爸做的菜上班，叫人偷摕去，伊叫是讲我无来啦。你想怎啊？面色那歹看。干无啊，我也是菜下第一时。陈一凡，陈一凡，陈一凡，什么汤底会泡啊？哎，不过规身躯拢是伤啦。你倒看我，我哪会知规身躯拢伤啊？我哪无看，我是要安怎替你抹油啊？受伤无去病院，佮送物件过来，遐物件敢有比你佫较重要？迄拢无重要啦，我嘛是咁食。你受伤安尼，你佮管我有食还是无食？我佮袂当拜托你，较爱惜家己的身体一寡，莫让你身躯边的人替你烦恼嘛。我身躯边的人，你是讲啥？我哪知是啥？一定不是我。这嘛跟阿你讲我呢，阿不是你，我是啥？我遐尼啊嘴要创啥？哦，真正是最毒妇人心嘞！好，卖讲就卖讲。你继续讲不要紧啊，后盖你受伤哦，就卖来找我。你若是来找我，我绝对不睬你。秋山。拄只啊，敢若看到较早迄个赤白白刘家芬啊，搁出现伫我面头前啊。伊也是啊，遐尼热心，遐尼有元气啊。等看到伊安尼，我真欢喜。讲煞袂啊，讲完，赶紧转起来，我要休困啊。好吧，拜拜。你跟我谈哪当久啊？你不谈哪做啥？哎呀，像时间这样嘛，我规身苦伤，我今我回去后，我嘛要烦恼啦。我想讲，踮伫车顶困一下就好啊。我正常要走新闻时阵哦，嘛定定困车顶，惯习啊啦。啊，就讲脚硬个毛有较冷，后面想讲，
我嘛别紧啦，拜拜。当然啦。不对，等下就好呢，镜头唔免啦。你啊，你得困车。困车？啊，你干嘛好？我是为了我家己，万一你安怎，是啥要跟我斗相共？即摆总算知啊，我回来了。卡早困较有眠，我要来休困。晚安。我是要玩，他当然想要玩。以前我想要跟你，这回好好玩的。你安心回家，我在家我会保护你、陪伴你啊。你别烦了，有人来叫到你。我等回家，在你天涯海角，你有四方。有帮好阮勇敢去追。小苹果，我拿出个皮干了。拢是你，你陪伴妈妈哦。你敢猜一下，我是你的客妹，我甲你妈妈有讲好啊，要尽力做我的客查某囝。你敢知影，你的妈妈哦，有安尼爱你啊，伊为着要替你报仇，吃足侪足侪足侪苦哦。你听真讲对吗？你讲真，这些拢是假的。我要工作。小苹果，你敢愿意哦？跟你妈妈讲，人生不是干那报仇尔，你报仇为着遐不晓欣赏的人，都逼家己去做无该做的代志嘛。伊起码为需要做的，都是个万分后怕。等到回头来看我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幸福不得干净啊。你若是愿意把手伸出来，我一定会甲伊牵条条，伊可以抱落去啊！李红雪，我一定尽全力来保护恁母仔囝，来让恁母仔囝上台，安尼好不？用青春写满每夜的旅行，有望予阮勇敢去对，有你的色彩。真心袂放弃，我将希望寄伫你身边。若无完整的过去，心为一个伊，一生为你放弃婚姻，爱袂停止。你敢会愿意交乎我你的心？留在这片情海袂分开，你敢会相信天安排的约定？无意中放思念去找你，你敢有听见阮踮海角天边，海着满满幸福叫着你？你敢会？受我的感情，打着希望牵手过一生，打着希望牵手过一生。
哎，吴小姐，这水是要放在哪里？哎，你放这就好。吴小姐，有什么代志爱我做呀？无啊啦，啊是讲你着待伫我遮待遐尔济工啊，安奈哥一直叫我吴小姐，我看吼、哦、你着甲我妈妈同款，叫我小妹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哦好啊，那恁以后我着叫你小妹。啊，好佳哉，有你甲我斗相共，听若无这间厝哦，就感觉我甲我妈妈两个查某人。那真正要搬这这么重的物件，嘛无法度啦。所以人咧讲嘛，一间厝吼，也是爱有一个查甫人伫的才会。哦，惠弟，即摆我拢伫的啊。你若是有啥物较粗重工课哦，叫我做就好啊。啊，真正足多谢你，甲我斗相共的啦。要不俊豪爸爸很早离开我，其实我一直都过得很孤单，我也很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男人陪伴在我的身边，毕竟我也有话。没啦，你看起来很年轻的呢，你若是甲你后生徛做伙吼，若是唔知影人叫是讲恁是假弟仔嘞。小妹啊，我是感觉吼，你应该出去安尼行行看看，加实在一挂朋友啦，无你靠就拄着适合你的查甫人啊。太久，其实哦，这几天甲你相处吼，我感觉你的个性真的是足好诶。啊，假使讲你若是有结婚生囝，一定嘛是一个真负责任的爸爸，啊，一个真好的翁婿。啊，就是讲你若拢无结婚生囝，啊，我就一直在打拼赚钱啊，啊，甲所赚的钱哦，拢寄到万安红爸爸，所以这结婚生囝的代志，我就从来无想过。哎呀，不过。你嘛袂当拢干那顾恁爸爸安尼顾趁钱尔，你应该听我的意思。伊是毋是伫烦恼讲，我甲所赚的钱全部拢寄伫越南，身躯都无钱啊，会一直住喺遮白食白住。听有你的意思啦，嘉欣嘞，你真正了解我的意思？对啊，我知影啦，我嘛无想要一直待在遮白吃白住，我嘛想要去外口找头路啊。啊，不过追王姐一定唔肯啊，我一直待在遮吼，吃你的用你的。我心内嘛，嘛感觉是袂得过。你误会啊啦！我唔是怪你讲食我诶，带我诶。我只是希望讲，你会当对我有淡薄仔表示。表示啦、啊！哦，我知影，我知影。这金秋莲啊。你先收下啊！等我若是找到头路开始赚钱，把钱给你以后，你再还我啊！有钱哪会变到敢那插头同款？还是讲我这么老啊，无魅力啊？唔免啦，这手链啊，你家己留咧啦。我看吼，这找工课的代志，也是等这风头过才搁讲啦吼。啊，不过小妹这，好啦，无看安尼啦，以后厝内工课吼，拢我来做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昨不是讲迄被单放落洗，我即马就来洗，啊，我来做，好。
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保养啊？还是讲，找一天去做医美？啊，若无幼稚，拢安尼对我无兴趣，安尼是变安怎？妈，你来干啥？你在内底洗袂多啦，安尼哪会红出来？我专工甲你讲，你家人已经知阮太祖这个人啊，而且因都知影，伊甲李有志生得像诶。啊嘞，敢是恁阿公啉酒醉时阵讲出去？可能是俊杰啊，伊去一品的包材工厂时阵看到伊，无可能是刘慧婷。阿公唔知影阮太祖真实身份的时阵，有介绍伊去甲二月潭小吃。安尼因讲怀疑恁爸爸是？当然嘛是有，即马你家的人已经死在咧探听阮太祖的行踪啊！伊想要知影伊是毋是失踪的理由是，我有交代阿公啊，即件代志千万袂当讲出去。我刚才是咱先发现恁爸爸的，要若无那时候你家的人先发现，安尼就害啊！妈，阿两爸爸总跑，你们烦恼啦，只要咱啥物拢莫讲。啥物人会知影讲咱甲恁爸爸藏伫遮？啊，而且因厉害的人嘛，无可能找来遮。好啦，恁免烦恼啦，我会甲恁爸爸顾好势，袂让伊安尼四鬼八八走的。我也是感觉安尼想无安全啊。还是讲咱甲人带上上等个人，我给伊一笔钱，伊生活都袂有问题啊。袂用的啊，我真无简单才等着恁爸爸回来，我绝对无可能让伊搁离开我的。妈。你敢敢清醒啊？即阵内底迄个人是月娥啊，阮太祖，毋是你叔叔娘娘迄个人啊。我无需要你来提醒我。就算讲恁爸爸即晚袂灵的话，我会灵的伊就灵。妈，你敢有想过，当想起讲伊想起较早的代志，伊知影是阿公杀你落海，知影我毋是伊的亲生后生，伊搁较怨恨你，伊搁有可能原谅你？你敢知你即晚是甲早大办伫你身躯顶啊？好啦，你莫阁讲啊！惠弟，我会想办法，莫让伊收起来，嘛莫让李家人发现伊就无代志啊！你想我想法到二十四点钟来定调调。好啊，你莫阁烦恼，敢会用诶？我会叫恁阿妈斗斗顾斗注意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最近不知道是怎樣，常常腰酸背痛。你就是吼办公室坐太久了啦。啊，以前在你市场卖内衫的时阵，我看你拢无这么欠吗？哦，啊，你嘛是同款啊。我做啥，你就做啥。是怎你袂腰酸背痛？你想要知影为虾米无？你讲。你就是吼。就吃不了啦！你这三八狗，差点笑掉！哎呦，讲真嘞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品牌卖的物件吼，足赞。啊，你等一下吼，入去吼，就看卖有啥物适合你的啦。好了，来啦来啦。阿关姐啊！哎，关姐啊！哎，翠头啊！哎，加工老板哎！系啊，你即摆伫遮上班哦？哎呦，我伫遮上班真久啊！恁上久无登来市场啦，哎，今日来，我甲恁介绍一台好物件。来来来，好，来对我来对我。哎，就是这台。这台是啥物啊？哎呀，这台啊是阮的人气商品啊，迄堪称哦功能上盖齐全的垂直律动机哦，啊有两段式的加热哦，几分钟上关哦，会当1200的震动，迄按摩放松的效果一级棒。来，恩叔，你先试看嘛，来来来，你先，我压凳子啊。好好好。
种震动的感觉吼，马上让我整个人爽起来嘞。哦，真正袂歹呢，这个触控面板数值段数就清楚的呢。嗯，底下伊迄弓形设计哦，佫有当辅助咱运动，哦，佫有当咧伸展肌肉，互你的臀腿啊佫结实啦。咱人哦，两只脚真重要，迄双脚哦，若健康哦，才袂容易跌倒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还佫搭配动作，佫会当哦帮助吼咱的提臀哦。哦，真正哦，啊是要安怎运动啊？啊，按我甲恁讲，啊你对我做啦吼。哦。啊，你先甲手安尼伸直。OK。啊，脚安尼深蹲，慢慢屈落来安尼。哦。哇哦，我来加深。哦，五升五升。五升哦。好。好好，安尼佫换一个吼。哦。啊，你一脚。落去，啊，变弓箭步呢，啊，你手啊，啊，你往上延伸，哎哇，哦，慢慢的去往那拉筋，哦，哎呦，哦，哇，哦，哎，最好最好呢，运动吼变较足趣味的，哎，恩水啊，你落来，我试看卖啦，啊，好，来头啊，来来来，来头啊，啊，我甲你教另外一个动作吼，啊，你平时吼下班回去真忝对无，嗯，哦，啊，你又会当坐落来。把那小腿哦扛起，啊，就让按摩热敷哦，放空又放松，真的很幸福啦。哦，我来试看下。咦呀，哎，把小腿扛起哩。好。啊。哦。哎。真正就熟悉的呢，就赞的呢。当然啦，我介绍也无咧落亏的啦。哎姐啊，你真正把身体顾到真好呢。啊，顶一摆我伫电视顶看哦，看到你美好生的时阵，吼，迄丹田足有力的呢。嘿啊，哎，你吼大义灭亲，真正是女中豪杰啊。嗯，吼，就赞嘞，我甲你敬礼啦。我嘛甲你敬礼。哎，你是咧三八的？我讲家己的后生，迄建校台给人听，迄是不得已的，好不好？迄建校台，哎，有啥物好敬礼的啦？无啦，姐啊，你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哦，全世界的人拢爱甲你学呢。对啦，了不起啦。嗯，哎，三八三八。阿姨，我甲你送甘蔗粿来啦。哦，小东，来来，啊，你甲粿哦放伫遐就好啊。好，哎，我同事团购的啦。啊，等下我要提伊予伊。来，坐下因嘞。嘿，来来来来。哎。啊，你嘛伫个哦，老公。哦，啊，这台是新的哦，我哪会拢无看过啊？啊，小东啊，啊，你碰有时啊，伫个外口安尼走撞咧掠歹人哦，吼，你应该哦嘛需要这台垂直律动机，好好放轻松一下。那呢，这台就是害阮妈的呢，阮妈平常时伫个甘蔗街拢徛几工的，实在够辛苦的。哎，小东哦，真正有够友好的啦。你若有啥物好嘅物件，头一个想到恁妈妈。这口群火啊，真正是歹得出好笋。啊，你甲饲养这么乖，这么友好，那是够好嘅。哎，脑残想闻到正香。哎呦，阿姨，你莫安尼想啦。我相信正祥哥吼，一定会龙珠回头。哎，刘东杰啊，阿姨，哎，我来甲你换衫，唔想下晡有代志。啊，对啦对啦，你来得多好。安尼我先来换衫，等下麻烦你替我顾点咩？冇问题啦，搞好啊。啊，你慢慢来讲啦吼。拜拜拜，好哩。拜拜，阿姨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啊对啦，颜水姐、陶阿姨，啊，恁最近刚好迄个阮太久的消息。啊，小蛋。你嘛熟悉阮太久？嘿啊，啊，因为我甲头啊伫咧人力中介公司上班呐，啊，之前有甲阮太久介绍过工课。嗯 ，And three， 你啥物时阵讲话才坦白啊？啊，我一向拢真坦白啦。那呢，恁即马到底是知影阮太久伫倒位无啊？唔知啦。你是千万唔通知情不报呢，无吼，就算咱有熟识，我咪甲恁当作是共犯抓起来。无啦，我哪有可能甲阮妈哩？嘿啊，我真正唔知啦，而且我嘛无需要骗你啊，对无？嗯，安尼就好啦。社会安全吼是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嗯。啊，对啦，啊我阁有代志，安尼我先来啊。好，好，落去拍摄哩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讲真正无甲阮太久联络？真正无啊，啊是讲慧婷，是安怎你识识阮太久？哦，我有咧甲伊学做迄外面料理啊，结果伊即摆熊熊失踪，我们家遐尔烦恼，遐尔着急要找伊。哦，原来泰国会晓做料理哦。嘿啊，你若是有伊的消息，那麻烦你随时甲我联络。哎呦，泰国甲人拍着伤了哦。
伊为着秘警察吼，即马拢无爱互阮知影伊住伫咧倒，阮真正无伊个消息啦。哎呀，好啦，慧婷，无安尼啦，伊若是有甲阮联络，我一定会甲你讲，吼。哇，多谢你。袂遮尔客气啦。你是来拍运动品牌的宣传照的，你搞我热到这是什么头毛啊？我是健身女神，不是庙会女神，你当作我连咪要去人塞哦？还佫有啦，这是什么妆啊？就算我是裸妆，你嘛免让我全裸啊！你过去，莫搞我画，你去边仔，我家己画就好啊。你先出去好。学姐，那个老师是我请的，不是你的私人出去，你跟人讲话较客气，好不？无啊，是要我客气啊？什么老师啊？画到这什么妆啊？我不如家己画，你甲书画的钱给我就好啊！我保证，我绝对会当画一个吼，恁爸爸一看到都惊为天人的妆。阮爸爸。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安可若看到这宣传照的效果吼，遮尔啊好，伊就会感觉讲对天威集团运动品牌有帮助啊，对我这个代言人嘛，搁较有信心，你讲对无？嗯，嘛是啊。对啊，学姐，但只要要陪蔡正祥去走一个竞选行程，拍宣传照的代志就交予你啊。你还搁陪蔡正祥去走竞选活动？谢雅君。你好歹嘛是一个设计师呢，啊！你放迄正事唔做，啊，规工安尼四界去共拜托，安尼敢咪伤过委屈你啊？为什么好委屈嘞？等我变成亿万富翁，就等别人来拜托我。你像阮爸妈讲啊，翁仔某就是爱互相扶持、互相相挺，安尼啊，对阮的家庭才是好的啊！哇，恁爸为着你这段婚姻，真正是用心良苦呢，哈！啊对啦，既然你无法度留落来陪我翕宣传照，无归期你叫恁爸过来监督，你收下吧。你爱我叫阮爸来监督翕相，那有可能啦？你像人家无用，你像翕宣传照这种代志，你无兴趣啦？哎，这对恁爸来讲可能是小块代志，不过对你来讲是大代志啊！你想看卖嘞？我是你找来的代言人呢。恁爸哪会当来？第一，就代表伊对你的重视；第二，嘛会当给刘嘉文一个下马威。那安尼，伊以后就唔敢伫恁爸的面头前讲你的歹话啊。安尼讲嘛是哦，我来打电话去看。雅君啊，嗯。我在办公，什么代志？爸，今日是我负责的迄个运动品牌拍宣传照的日子，你敢知影？是哦，那一款小块代志，你处理就好啊。真的是小块代志啊，这是我在天威集团第一个负责的运动品牌的，而且我搁找我学姐来做代言人，那你要重要的代志，你哪会敢袂记？啊，这款代志，予你负责管理啊，我敢轻轻来走一撮。话唔是安尼讲的，你若是会当御驾出征过来看阮翕相，第一会当达到宣传目的，第二呢，你就会当表现啊，你对这个品牌的重视。公司其他的人佫较唔免讲，若是业绩好，你嘛以我为荣啊。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听你讲起来吼，我跟你一定爱走一撮才用的吼。要唔过吼，爸爸拄只干了业务咧，要开会咧。你是大总裁呢？叫迄个人等一下嘛，不要紧啊。嗯，若无促销嘛，会用的啊。啊，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可能一定要走一撮才会用的，对无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来过甲恁看一下吼。好，来恁等你哦。我爸等一下要来。好啦，对啊，啊你唔是讲要陪蔡正祥去走竞选行程？我就时间嘛差不多安尼。
对啊，恁千万唔通迟到呢，恁是候选人呢。到时阵哦，若会讲哦，恁阿婆耍大牌，安尼就唔好啊哦。你紧去陪恁蔡正祥走行程，明天恁爸来，我得甲讲着啊。好，那恁家就交予你啊。加油。好听哦，哎，手也较悬呢，哎，更加悬，哎，就是卡，这姿势看起来，看起来安怎？我本来就是爱这个姿势，甲这个角度翕相起来才会好看啊。就是卡，安可，嗯。奈莲，你唔做回来？你敢无听亚军讲？我最近开始跟天威集团合作，要开换新的品牌，所以即马嘛伫咧总部上班，安尼才会方便甲总裁开会讨论公司啊。歹势啦，本来甲你约要办公室，结果是阮查某囝临时甲我出考题，才换所在甲你见面，害你加走一转呢。歹势。总裁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会当来遮哦观摩，了解这间公司行销运作方式，对我来讲嘛是好事。是我顶多爱感谢你花这机会。就是个，阿亚军呢？叫我来家，那无看伊人嘞。亚军陪蔡正祥去走竞选行程啊啦，我都想讲，我跟安可嘛，这尼阿些亚军无伫家，应该嘛无差啊。安可，你有啥物建议？你直接跟我讲就用你啊。哦，要唔过，恁这起码是伫拍宣传照，我都。我会等到三更。啊，你。我本来就是做行销的，所以拍宣传照对我来讲嘛算是强项。你若是无去遐，我会当提供一寡专业的建议。哦，你会当倒三工，我欢喜都袂赴啊，哪会去遐嘞？安尼真好啊。哦，那呢，我恁继续去。啊，何老师来替恁做专业的指导，哈、哦。那呢，都麻烦老师多多指教哦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。我看这刘嘉文根本就是来乱的，既然你要出招，我也有我的办法他对付你。来，咱继续。稍等呢。总裁，今麦应该是在替新的运动服装品牌拍宣传照了吼。是啊。既然是运动品牌，那你应该得爱强调阳光健康的形象嘛。不过独家 Jessica 也表情，跟他是在夜店上班同款。我是认为运动服不一定在运动的时阵穿啊。我敢是要在 cosplay 的时阵穿。我认为你翕起来哦，不够时尚，没有质感。我建议你，要是来维持阳光健康的形象。今年是运动品牌，奶奶得要表现运动服装它的舒适度跟机能性啊，安尼才有法度吸引消费者的目光。你莫遐尔搞假好不好？你这根本就是当阮世界在讲我怂嘛。Uncle 啊，你看啦。哦 ，Jessica， 我是感觉 Rose 讲了真好呢。Uncle， 你唔通误会啦，我唔是针对你呢，我是就即卖问题看到，咱提出来讨论，啊，要紧要紧。Rose， 无你看啊 ，Jessica 安怎表现较好咧？我认为得爱为伊个 pose 开始改进。哦。Jessica， 敢袂当做一个跑步的姿势？安尼看起来身材比例有问题，肯定是你本来哦卡得底啊！哎，维持跑步姿势，来，你即马把你的右脚压较悬呢，够较悬呢，够较悬呢。
好，把手放好，来注意表情哦，小姐。你也是卖笑话，你笑起来比考卡歹看，卖笑卖笑。嗯。啊，摄影师，来当戏吧，卖冰糖。还好问，原来一直叮当摄影师是不要去吧？这就做啥？是不要去还问啦？我老实讲，你是健身网红，像你要干这的 pose， 你应该做会到。想讲我做袂到，做你看。真好，继续保持，别变阿笑的话。现在把你的身体放得轻松的，更加轻松的，收拾去。既然你做不到，就别勉强了。摄影师，今天拍的相片后置修图的话，没，我就做你看。观众啊，我的脚跟他漏掉，你敢能跟我活？好呀，慢慢道理，我好。